仙来显灵。我和沉默，男未婚，女未嫁，孤男寡女，花前月下。老天爷，我把我最爱的珍藏版限量棒棒糖献给你，求你一定要帮我达成心愿啊！好吧，我先说，我们在一起三年了，三年零十个月，前十个月不算，手都没牵过，纯属精神控制。精神基础决定肉体建筑。同居一年，混居。不是您想的那种混居，就是多一个室友。小三。嗯？您别听他瞎说，我们俩从小就在一块了。合着你们俩从小青梅竹马，老娘是横刀夺爱是吗？哎，你这话什么意思啊？就是字面的意思啊。哎，不是，你闹着要找心理医生呢，小姨妈来了你又不好好说话，这怎么解决问题啊？到底是你的问题还是我的问题啊？这是我的问题吗？你的问题我怎么解决？俗话说一个巴掌拍不响。你的问题应该你的。对。解决啊，好好解决。老天爷，求求你保佑我，抱他，亲他，扑倒他。占有他，强吻这么灵，沉默 ，Is that true？ 沉默，我来了，我来了，我来了。你是故意让他处在我们之间吗？你这说的是什么话？你干嘛？打扫一下。这个，他就是乐意喜欢的男人。他小竹马，怎么是个男的呀？小姨妈，现在你懂我了吧？哎，这青梅竹马这词儿不是形容俩男的的吧？捣什么乱？嘿，我这哪是捣乱呀，我这是在帮你一块儿给他们俩治疗呢。好了，小姨妈，我今天还得加班，谢谢你啊。哎，真能给我添乱。乐意，我再给你最后半天时间考虑清楚，你要他还是要我？你先回去吧，小姨妈啊！哎，你留这儿干什么呀？长了，就这个啊？就这就是你喜欢的人啊？
你说你从小定的这个姻亲，跟你说话呢？你从小定的这个姻亲，你不要了是吗？姻亲，小姨妈，那叫娃娃亲，那是承诺，知道吗？哼，那是你姐你姐夫的承诺。亲，拜拜。不是，你给我回来。这纹身的小姨妈怪吓人的。哎，陈默，你刚才躲哪儿去了？陆米家差点又跟我撕起来了。我要是早点来，陆米家不得撕得更惨啊。这女人呐，就是神经病。我可听到了啊。哎，这位女士，你胸有大量，要不这样吧，你别跟米娅说行吗？你怎么没跟你小姨妈回去啊？是啊。哎，我告诉米娅也行。嗯。那个，我今儿晚上住你家。哦，咱仨睡。你想得美，我是想跟陈默睡。哦，你只是跟想睡陈默。你别靠他太近啊，他雌性荷尔蒙过敏。我安全期。妈，你再给我和乐意一点时间。你们俩都4年了，他都不提结婚，还要怎么等啊？你说说，你一姑娘跟两个大男人一起住了1年了，这传出去像话吗？妈，你说什么呢？你又不是不知道他们的情况。我告诉你，让你找一个比你大的，你就是不听。他还是个孩子呢，他怎么照顾你啊？行了，不说了，知道了。你的马哪儿找？路边有一匹。你去哪儿了？在这儿啊。哎，不玩了。谁让你们欺负我了？是咱们干啥？是我们欺负您吗？是您欺负我们吗？对了，你睡哪儿屋啊？你睡我这儿吧。哎呀，这怎么好意思呢？那我睡你屋。OK。啊？那还是我睡沙发吧，万一你俩擦枪走火。哎呦，您这形容真是震撼我幼小心灵了。那还是算了，你睡我屋吧。嘿，算你识相，那你睡沙发。啊，你睡我这方，我睡2楼啊。哎，慕寒，帮我把鞋放了，谢谢。好，哎，不想睡拉倒。就算不能睡，它也是我的。是你的？嘿，不然嘞？你叫他，他答应吗？沉默。沉默，怎么啦？晚安。哦，你少得意，我会告诉米嘎的。乐意，我再给你半天时间考虑清楚，要他还是要我？Thank you.
乐意。怎么了？怎么了？怎么了？着火了？还是我妈来了？嗯，起来。怎么了？看来已经选择好了。早上的吵什么呀？哪来的孩子啊？你们看我干嘛呀？我昨天第一个回房间睡觉的。嗯，我跟陈默一块儿睡的。你们三个昨天干什么啦？他一直在客厅。是，我在是在，但是我没有这个器官跟功能啊。这孩子是一个人能弄出来的吗？爸，喂，报警！喂，110吗？哎，我这儿有一个没用了。哦，对不起啊，警察叔叔，我想打的是120，对不起，对不起。时候一模一样，哦，还用解释吗？真帅啊！哎，长得挺像我的。哎，乐意，你不告诉米娅就算了，为什么连我也不告诉？没事，在外面有养牛了。陈默，你说什么呢？什么叫米娅就算了？我凭什么算了呀？我就随便那么一说啊，你别上纲上线啊！好，不吵不吵不吵。你到底有多少事情瞒着我？我瞒你什么了呀？你说瞒我什么了？你看看你们俩长得一模一样，你当我眼瞎吗？哎呀，宝宝过来。嗯。哎，你们都别吵了，去医院抽血，做个亲子鉴定，不就真相大白了吗？爸。乖乖乖！哦，好棒好棒，真行，真够面子。喂，不行，宝宝，我过来。我真的晕针了。哦，我们走喽。九号乐意，这孩子真不是我的，真的不是我的。乐意。乐意，你行不行啊？赶紧。九号乐意，我帮你啊。你是乐意啊？嗯。好帅呀！好，那我等下过去啊，谢谢。姓乐的。哎，米嘎，米嘎，你听我解释，不是你想象的那个样子，我真的是晕针。哎，沉默，你没事吧？重视会刚刚查着乐意就算了，这种事你要替他。太过分了，没事儿。陆米佳，干嘛？这怎么说话的？这是？你闭嘴！我没找你算账。你不会什么事情都要替乐意吧？难不成以后替他结婚、替他生孩子吗？可以啊。啊？只要他开口。啊？吵吵什么呀？这是医院，不是你家。护士，不好意思，刚才验错了，他才是乐意。你们搞什么呀？亲子鉴定哎，到底验谁呀？两个都验，两个都验，再验。你轻点。乐意，你笑屁！乐意，乐意。所以是你们俩生的。科技还没有那么进步。到底是我疯了，还是你们俩在玩我？这是玩你吗？这是玩我俩吗？这孩子真不是你的？不是啊。好，那就扔了。
下无不散之宴席。别着凉。说吧，哥们儿，咱们都是自己人，你到我们这儿来，到底干嘛来的？偷地球的石油，还是吃人类的蛋吗？老板，那你说，你长得这么像乐意，怎么又成了沉默的孩子了呢？你要是管沉默叫爸，我给你当后妈吧。也行。什么叫也行啊？行。哎呀，我肯定是疯了。他到底从何而来？不成就不能扔，明天直接送到派出所，就说他是没爹没娘养的小野种。捅我干嘛呀？我说错了，一个还不够，又多了一个。人家都防着女的，还得防着男的。你们不要，我要。反正我也是没爹没娘没人要的小野种。好啊，我跟你一起带。谁呀、啊、这小女孩子的家不哭了。哎呦，这都一天了，咱们也没给他买点吃的。哎，你看孩子哭的，乖了。我去找外星人，应该也恨侮辱吧。哎，你去医院看看啊。我想办法，你照顾他。哦，对了，我也得出去一趟。哎，你去哪儿？干嘛去啊？去公司啊。哦哦，快，一起走吧。哎，几点了？这陈默上哪儿找哪儿去啊？没打。哎，怎么是热的？你怎么了？他尿
是这么粘吧？哇，这都哪儿来的啊？乐意他们公司啊，接了一个什么婴儿产品的全案，正好用在他身上，省得以后放在家里面占地儿。哇，米嘎，你够厉害的，是不是你创业的？应该是吧。哎，你闻闻还有味儿吗？哎呀，臭死了！拿看看，不知道陈默奶要的怎么样。喂，陈默，你在哪儿呢？三天三夜没喝过奶了，俺娃他奶粉过敏不能喝，我再不喝奶的话，他就不行了。丫丫能帮帮忙找点奶好吧？上啥来着？姐夫，大夫，俺姐不说的都是实话，俺姐自从生完娃就得了重病。我是一阵一阵的打抗生素，一阵一阵的打消炎药，奶完全不能喝，给那小外甥饿的呀！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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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哈出去，这么晚了还给谁发信息啊？沉默。你现在是不是离开他就活不了了呀？哎，你干嘛老冲着他呀？我没事冲着他干什么呀？还不是因为他故意老夹在我们中间。我妈又打电话催婚了。哎，乐意，你不会是打算让我跟你求婚吧？我跟你求婚，我跟你求婚，你别生气。那你能不能别老跟陈默较劲儿？我们三个人一起……对不起，中国法律不允许。哎，你也不想想，我们两个结婚，你不觉得他……你又不欠他。你知道他的父母是在他小的时候因为车祸去世的吧？你之前跟我说过。但是我没有跟你说，如果不是因为我，他的父母可能不会死。妈去世后，他住在他爷爷家，转学过来跟我成了同学，我才知道他。我一直没敢告诉他，就是那天车祸现场，我和我爸都在，但是我爸没有救他爸妈。从那时候起，我就觉得我必须对他好。沉默，除了你就没有其他朋友了吗？没了。
他真的挺孤独的。说不定莫寒可以帮到你们。刚才，谢谢你。姐夫，俺姐不在了，还有我呢。哎，你说这能好喝吗？你试试啊。哦。你还真喝啊？现在都不用闹钟了哈，挺好的，辛苦，加油。乐意，辛苦辛苦啊！快抱我一下。喂喂，老大，老大，哎，你坐。那个，今天你一个人带孩子。我们这可是留你给他单独相处的机会呢，啊！聪明，走啦！哎，我也得上班啊！今天请假，跟你一块带孩子吧。工作要紧，辛苦了。嗯，宝宝来啊，我们一起睡觉了。哦，晚安。我就纳了闷了，喂，为什么都是女孩，男孩呢？啊，我喜欢的是男孩。我再跟你们说一次啊，啊，虽然是婴儿产品，但是你们不要去搞这些性别歧视，好吗？乐意乐意，乐意。你应该明白我的心意的，对吧？啊，我再跟你们强调一遍啊，最后一遍，我们这个创意需要的是一个男孩。手合十于胸前，尽量伸。哎，你们继续保持，继续保持啊！哎，你手臂放下来。
喂，您好。哟，还您呢，这么生疏，回来了。赶紧着，见一个。我今天下午、晚上到深夜我都有课。你上什么课呀？少来这套！我告诉你啊，赶紧过来。我们这拉家带口的等着你呢。哎，我跟你说，我们人全齐了，就缺你一个。啊，今天可不许有什么理由和借口了。哎，好，我马上把地址给你啊，就现在。哎，我，喂。啊！平静，平静。你用什么给我发的信息？不懂事都装在身上了？嗯，咯叽咯叽。你从哪儿来的？你的家人呢？我觉得我生完宝宝以后吧，整个人都不一样了。我老公马克说，我比以前更加有女人味儿。哎，莫寒，你什么时候到的？好饿，先吃东西。吃水果。结婚了吗？看样子还没吧。他怎么可能没结婚呢？读书的时候啊，那情人节一到，那是疯狂的收巧克力和玫瑰花，我可没少帮你吃巧克力啊。哦，你家马克送给他的，最好吃。人家莫寒是俯视群雄，结果把自己升到了最高处，就孤芳自赏了。我早结婚了啊，早结婚了。我儿子看着比女儿都大呢。啊，到底什么时候啊？怎么都没告诉我们啊？主要是我老公他太优秀了，不低调不行啊。哟，这得长什么样啊？赶紧的，老公孩子一起带过去让我们看看。我老公他太忙了。忙就是不爱你。这牛都吹出去了，不带来可就不好圆场了。就是，别忘了把你儿子也一块带过来啊。莫寒，证明给他们看，怕什么？带就带呗。喂，我在同学聚会呢，你把儿子抱过来一趟呗，我把地址发你啊。莫寒，儿子。来，你把孩子抱我公司来，有急事快。什么情况？孩子您还满意吗？满意，太满意了。我就这么跟你说吧，这是我见过的最漂亮的宝宝，最可爱的宝宝。
perfect。好，是真的好吗？啊，真的。那就他了，就他，就他，就他。那什么，这样啊？大爷，然后，哟，大爷，你没发现他爸爸长得也不错吗？是的，是的，给他爸爸也做，赶紧。好的，马上，抓紧。大爷，那个 Felix BB， 快，给孩子做 casting， 走。莫涵，这都多久了？你老公怎么还不来啊？堵车了吧？莫涵，你是不是特紧张啊？真缺心眼，平时看着还挺机灵的啊。其实吧，就算你老公是茫茫人海中的路人丙，我们也都替你开心啊。佩欣，你也太损了吧！就路人甲就算了，还路人丙。什么路人丙啊？看在他平常对你不错的份上，啊！老婆，老公，你朋友啊？行啊，莫涵，这么帅的老公都被你拿下了。哦，儿子有没有想妈妈？你儿子叫什么名啊？也行。也行。是什么名啊？也行，这听着是思密达名吧？也行，这是日本名吧？老公，你渴了吧？嗯，来吃水果。吃水果。哎，佩欣啊，怎么没见学长过来啊？他，哎呀，真想不出来学长带孩子会是什么样的。带的好着呢，像这个。从来都不会记错，弄得窝窝囊囊。咋回事啊？怎么这么不小心呢？我不是急着来见你吗？以前马克也这样，一直手忙脚乱的。后来去了他朋友一个奶爸俱乐部，一下子特别会带孩子。什么俱乐部？嗨，我也不知道，那里家属进不去，好像就是学怎么当爸爸的吧。谢谢你啊，沉默，没想到你真的会来帮我。我也没想到你还是个软柿子。不过大家都觉得咱俩挺般配的。哎，要不咱俩弄点成真吧。北京什么也行啊，这个真不行，你别教坏小孩啊。不坏了吧，你看他有那么慢吗？也行，你这可真不行啊。你不让我抱也行，也行，抱都行了。站好了，扔开点，手抬高，再高点，继续往下，再下，下，越幸福哭行不行？
耍我呢吧？哭了，出去吧。我前两天学了一招。去哪儿啊？走啊。哪儿学了一招啊？天外来客。啊？你说那个外星人的节目啊？我这招减速带好使吧？带，对带。哎，陈默，我觉得我们好浪漫呀，要不咱把天窗打开吧？我这是哄也行呢，还是哄你啊？哇！接收外星人信号呢？你觉得我们俩像不像在约会啊？天窗还是关了吧。啊？喂，别呀，你再开会儿。喂，你看接收不到信号了吧？陈默，要不今天咱们就先不去奶爸俱乐部了吧？反正我都帮你跟学长联系好了。啊，乖乖。我觉得还是去吧。到了，到了。啊，到了！你怎么不叫我呀？这不是不让家属来吗？你也不是家属啊。哎，你的东西在哪？你干嘛呀？我得华丽丽站在你身边，不能给你丢人啊。我保证让你艳压群芳。是吗？保证艳压。是吧？你好，跟我来吧。先说一下规矩，凡是这里的任何话题、任何人都不可以泄露出去，不可以发微博、微信，更不许拍照。
待会儿穿上。来，给你介绍一下，这是南总，我特好的哥们，也是这里的老大。你好，你好，欢迎、啊。你好，也欢迎你啊，小宝宝。既然是马克的哥们儿，那也就不是外人了。这儿，长期为哥们儿奶爸们提供避难所。你是马克？避难所？什么避难所？待会儿你就知道了。来吧，咱们先去上课。走，叶贤。你英文没学过呀？哎呦，收我们一下。你们老板一个月给你多少钱？你怎么穿这么漂亮？哪家老板人好呀？对了，大姐，哪家娃老哭，你知道是咋回事吗？都什么时间？好像是拉的或者尿了的时候吧。你们笑啥呢？正常，带过小孩吧，很正常。别的时候，哎，姐，这指甲好漂亮哦。啊，真的？哎，这都是我自己做的呢。咋样？咋样？这是美的很，我也觉得美宝宝。我也想做，可是老板说会划伤孩子，让我做。会划伤娃？是啊。老板也不让做。对呀、啊，我们都是啊。老板让做的。好了，同学们，我们现在开始上课。今天我们要把之前学过的重新复习一遍。来，听我口令，预备，起。妈妈不要发脾气，妈妈有话好好说。爸爸爱妈妈，爸爸工作很辛苦。好，非常好。学着点吧，这都是实用课程，回家你就知道有用了。是的，说得很对。来，同学们，我们再来给孩子洗脑一遍。来，听我口令，预备，起。妈妈不要发脾气，妈妈有话好好说，妈妈要听爸爸的话，爸爸说的有道理，爸爸爱妈妈。爸爸工作很辛苦。好，非常好。你不是最喜欢你那个指甲油吗？干嘛卸了？哎，我怕划伤了也行呗。哎呀，那些人又拉屎了。哎，干嘛呢？干嘛呢？哎，哥们，哎，我一个人扛不住啊！哎，哥们，哥们，来，地球人来帮你收拾。嗯，爸爸，嗯，怎么弄啊？我这啊！哎，去哪儿？哎，哎呦，又没过，怎么过？
你这个叛徒。啊，你也别闲着了，跟陈默一起上去嘛。是是是，这就去，这就去。我问你好吗？还是你会享受。尿布过来，你快点啊！你爸妈小时候也没嫌弃过你啊。今天太累了，要不大家早点休息，有什么事儿明天说吧。干嘛明天说呀？今天就说清楚。我不想半夜再被哭吵醒，第二天又是屎又是尿，我受够了。那个，他还小嘛，你干嘛生一个小孩子的气啊？怎么你养他还养上瘾了？养两三天不够，你想把他从小养到大吗？你又没有什么义务，你凭什么呀？亲子鉴定上明明写着，他和陈默乐意两个人都是有关系的。是，亲子鉴定上是写着，那你就让他们去带呀，让他们去养啊！你以为你帮陈默带两天孩子，陈默就会看上你了吗？陆米佳，你说够了没有？嫌我烦了是吧？我烦了你这么久，你也没舍得走啊！陆米佳，别说了。每次你都是帮着他说话，你什么时候想想我的感受？你什么时候能帮我说话？乐意，你别说了。我知道你没把我当朋友，但是他们，一个是你的朋友，一个是你的家人，不能因为自己不开心就随便伤害他们。我伤害他们？朋友？如果你把乐意当成朋友的话，你就不会故意夹在中间让他难受。从你第一天出现在乐意生活里面，你就一直让他难受，你知道吗？陆米佳，别说了。他一直觉得欠你的，就是因为你父母出了车祸，那父亲为了救他而没有来得及救你的父母。陆米佳，米嘎，自己父亲救自己的孩子有什么错吗？他也是受害者，是你父母害了他，是你害了他，可他现在却要还你，我怎么觉得反了呢？陆米佳，我求你别说了，行吗？你为什么不告诉我？是不是你也这么觉得的？还是你觉得我可怜？你爸没有救我爸妈，用得着你爸救吗？妈，你放手！你别放手！有你什么事儿啊？我知道你一直追我，但我不会喜欢你。
绝不可能。还清了。需要看到成果的，这成果也不是一朝一夕的，得慢慢来。你知道有多少人羡慕你吗？你又不是不知道，当初我说服我爸拿钱出来支持你的事有多难。你能不能别老是钱钱钱？有什么好的？要不是我妈妈，也不会只剩下我一个人。还有你，以后只剩咱俩了。哎，陈润生，你能告诉我现在在哪儿吗？我昨天不是跟你说了吗？让你把地址查清楚，路线搞清楚。这现在时间全耽误在路程上了。我儿子就放假一天，你成心的吧？其实坐在车上也是在放松。哎呀，怎么那么面呢？你把它抄过去。别生了，孩子。
怎么了？老师，什么叫去相亲？怎么了你？我要去相亲。啊？跟谁呀？我。你捡捡不说的娃娃亲。今天不营业。我说今天不营业。今天是一不了业。小莫。话吗？这屋里太安静了。二人世界，这不是你最想要的吗？说他不会说话，可是能出声。嗯，你蒙谁呢？你那个，你脸怎么了？打的。谁？你再给我好好回忆回忆。他打的。得。我先回去了啊。还生那小子气呢，你别跟我提他。啊？你这什么造型啊？啊，那个约了个会。死心了？嗯。那个，咱说说那娃娃亲的事儿啊。也行。叫娃娃亲了。叔阿姨，你们想我了吧？我这回又拿了好多新的糖豆给你们，你们肯定会喜欢吃的。吃颗糖，心情好多了。也行，这是我爸爸妈妈煮的。陈默，他总是把自己的心都关起来。我不想让他这么孤单。
我想陪着他，陪着他走出来。对沉默，我觉得我真的快坚持不下去了。我可能没有机会叫你们爸爸妈妈了。我爸爸，他从小就给我订了娃娃机，可能沉默他不是我命中注定的那个人。我真的希望他能够活得快乐一点，开心一点。我希望他命中注定的那个人可以带他走出海，可是我还是觉得我就是他命中注定的那个人。你们要是还在的话，一定也会很喜欢我的。你们要是能帮我劝劝他就好了。可是你们怎么才能帮我劝他呢？我也不能送他上去找你们呀。也行。我靠！嘘，你可真够狠的，你要送我上哪去啊？你怎么会在这儿？你怎么会在这儿？我以前的花都是你送的。啊？对啊，叔叔阿姨喜欢，他们也喜欢我呀。他们对我可好了，他们才不像你对我那么冷淡，还说我骂我欺负我。我决定不喜欢你了，我们家从小到大就给我订了娃娃亲。我要结婚了。不行。啊？你干嘛？伟亲。疼。这事儿得跟我小姨妈说。看吧。哎。嗯。这家人是谁呀？这娃娃亲就是我。嗯啊，什么是你啊？没。小姨妈，你笑什么呀？你们俩在这儿说什么呢？我笑你不能毁亲。哎呀！啊，不行！哎，为什么呀？你刚刚明明都答应我了，你怎么还毁呢？哎呀，沉默怎么办呀？有办法。那个，我跟你说啊，我这外甥女儿吧，哪儿都好，她就是有点傻。我知道。哎呦，又没过。哎，米卡，你过来陪我打会儿吧，我一个人打不过去。你没看我在敷手膜吗？叫你那个男朋友来陪你打吗？听慕寒说你去的奶爸俱乐部还挺好。对呀，那可是男人的天堂，其实你应该跟我一起去。谁让你不回来的？孩子家长可以给孩子送衣服。来了来了。老师好。
带你的躲。辛苦。怎么了？这是谁啊？我乐意。你好。哎，你好。你好，你好。野行的父亲。哦，父亲。父亲。那你呢？我野行的爸爸。哈哈，不用拘束，我们这采取分工合作、轮流值班的形式。野行的爸爸呢？野行的父亲，算是新人。父亲，今天就由你来照看所有的孩子。你从哪儿看出来这是男人天堂呢？这样吧，我让你们看看。什么是男人天堂？把衣服换一下，走。是谁呀？我。你今天值班。哦，我今天值班。哎，南总，这儿不是不能有女人吗？也行，父亲。今天我陪你值班，好好玩。走吧。
为什么老带着也行啊？因为他是一个孩子啊。我这不也是为了能多接近沉默吗？米嘎，你说你不想让沉默跟乐意老在一起，那你现在跟乐意冷战，不就是在往外推他吗？那也行啊，你多带带也行，也拉着他一起带，这样既能在工作上帮他，你们俩也能，是吧？啊，另外，沉默，其实我不是讨厌沉默，我也不是针对他，我是……那你就要对他好点啊，这也是为了让瑞恩女朋友那么难做啊。看吧。哦，对了，米嘎，有一特狗血的剧情，你想听吗？你不觉得现在我们的剧情已经够狗血的了吗？你还记得我那娃娃亲？你不会答应了吧？我那娃娃亲的娃娃是沉默。结婚，赶紧的。哦，有请我们洗澡澡喽！嘻嘻，小蒋，洗澡啊，一定得有泡。多了多了。哇！乐意，还不赶快把野星擦干了抱过来？好好好。哇！爸，陈默，以后没事别老闹脾气，离家出走。啊，这是你的吗？乐意，快点儿！哎，马上来了。来，一二三。哎呦喂！哎你。好，一起吧。哎，你们买这么多东西啊？这是我地盘呢，我做主。野心不姓乐吗？怎么就得姓乐啊？这事儿咱得在意啊。这个好看，明明就……啊！听到了吗？你听见了没有？我怎么听的是像叫爸？妈妈，妈妈，爸，妈妈，爸爸。啊！听到没有？妈妈，爸，他真的叫妈妈了。明天你有空吗？嗯，没有。明天我得陪你啊。那明天我们回去吧。这么快回去干嘛？领结婚证。啊？和我妈？不和你妈，和你。对。我们什么都没看见，哎、什么都没看见。干嘛呢？干嘛呢？你们俩别教坏我儿子啊！哎，不要我了！你早就不是我的人了。哎，对了，那小石头是谁啊？你怎么知道？嗯，我
看你手机了。我看他老给你发肉麻短信，就把他加到黑名单了。小石头谁呀？哎，不是我，反正不是我。叶行，你这个手机也不行吧？到底是谁呀？他呀。啊？也行，表演一个，给他们表演一个。我。哎，我是不是应该给我小姨妈打电话，给咱几个都挂个号啊？儿子儿子，加个好友呗。哎，咱建个群吧，聊聊天啊。行行行，快，我来建吧。哎，这么开心，咱们一起照张全家福吧。我先笑一个。一二三，耶！茄子。阳光明媚的早晨，我们一起来开车，开车以后出门右转，右转完了再左转，左转完了以后后退，后退完了又前进，我们的前途一片光明，我们一起来开车。也行，因为我们家沉默一半的基因，我想要。那可不行，怎么是我们家的？啊，我觉得野行以后得有一半的时间跟我姓啊。对，最少得这样。那你贵姓啊？姓娃吗？娃娃姓的娃。哟哟，阳光明媚的早晨，我们来开车。阳光明媚。
怎么回来啊？不会是……哎，那个，我们继续啊。哟，这位是……他就是我喜欢的男人。如果有一天能再见，能带你降临这世界，誓言多变作的雨。我们承诺让你平安。如果有一天能再见，不管外面有多寒冷，让你干干净净，即使这不是什么东西。我们承诺让你平安，保证这世上没有什么可以阻挡我们对你的爱。我们会令你自豪，教会你尊重生命，永远善良，并心存爱和感激。宝贝，你会是我们最好的老师。你告诉了我们许多关于如何爱他人的课程。你会释放无条件的爱，让我们以全新的方式对待他人。因为再次遇见，走过那么远的我才发现，原来生命却真是几表演。你是我如常的光线，守护过你的每一个笑脸，都是生命中埋下的风险。浪漫爱是一种执念，我们之间有生之年不变。我望着夜空默念，那一刻世界改变，一眼白你从没走远。那么远的我才发现，原来生命这场神奇表演。你俩怎么了？走过那么远的我才发现，你原来生命这场神奇表演。快叫救护车！快点救护车！哎，你俩坚持住，呼吸。传说那条河。